到的讯息就是现在他们非常需要 N95 口罩，那 N95 口罩现在在市面上面呢也不好买，所以在第一时间我就找到了 N95 口罩的厂商。之前他自己也确诊，他就说蒋永杰不管什么医院要你就买给他们，然后他就给我一笔钱。宝仪有哦，小 S 你还没有哦。蒋永杰一周募800万，最出手捐神器救台湾早产儿。也许我就是后面有个光环或是翅膀什么之类的，我不知道，那就来试试看吧。然后我老公就想说：天哪，可以不要再懒事了吗？你可不可以停？防疫女神蒋永杰又出手了，不止募资捐赠救命神器 HFNC， 这回还准备了新的医疗器材——新生儿急救苏醒器，希望早产宝宝们都能健康长大。去年募资至少1.5亿台币善款，最近她还正式成立协会，让老公超级担心。一直到协会的那个公告要正式的出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是你一辈子的承诺，你确定你要这样做吗？”我就告诉他说：“这不是我一辈子的承诺。”我说：“我跟你，我都不会承诺一辈子了。本来就是啊，我要做这件事，我只是想当下把这件事情做好。我能做多久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我没有要做一辈子。”对，我没有这个承诺，然后他就翻了我个白眼。我其实真的本来是很想很震惊的说，譬如说永杰同心之类的。我女儿听到就说：拜托妈，那超老派好不好，谁是永杰同心啊？当然是要跟志玲姐姐拼啦。好，她是志玲姐姐，我就是永杰美少女，怎么样？跟小 S 都一样，很爱跟真的，到底为什么？是被他传染的事。徐熙娣一直都是我最忠实的，应该是说公益好搭档吧。其实就在两三个礼拜前，他才跟我一起捐了一整大批的口罩出去 N95。我想说让他再存一下钱，因为阿宝之前他自己也确诊。他就说：蒋永杰不管什么医院要你就买给他们，然后他就给我一笔钱。宝仪有哦，小 S 你还没有哦。有到现在金额还算蛮好的，差不多有800万。我们是买了28台的高流量的那个儿童的呼吸器治疗，另外还有小儿的管线。捐了几家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8家医院，一周就18家嘞。是，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像是第三方支付这样子合作，所以你的所有的金流账款都是很明细，都是很清楚的。我没有要让那个钱停留在存款簿里，就是钱进来我就出去了。因为我的协会其实没有任何的营运成本，两个会计，一个是婚纱店的会计，一个是我老公公司的会计。那你现在婚纱店的现在生意还 OK 还算？就好险他们现在也比较闲。不，什么叫好险？像美编的部分之前是我本人，但是后来几次被打枪，就是有网友说那个什么字体不一样。其实我个人只在乎我的照片漂不漂亮。那你的善心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想要滥用你的善心的对象？比较不可思议的就是请我帮他找房贷，理由就是阿姨不想努力了。还有说什么农地变更想要卖给我的，老房子要改建的。哦，敢会当